喜欢不喜欢？你怎么来了？爸爸之前还特意嘱咐我说，别把爷爷唢呐弄坏了，所以我还是这样。没事儿，我这个比他那个还贵呢，他们不会生气的。 我没心情开玩笑，现在。哦，我在旁边开了一个房间，陪你走完最后一程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回去高考，我不适合艺考，我不是热爱量。方雪，就剩最后一天了，你已经努力那么久了，能不能再坚持一下？ 先不要放弃。那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小时候跳的那个韵律操了。嗯，要看吗？现在？嗯。你确定？ 我就是跟你一个人看了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嗯。抠牙齿数没背完回家，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。今天这样，明天一样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。下定决心，把确定达到，不怕跌倒。 信心最重要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。稍息立正，站好，噼里啪啦，呼噜啪啦，坚定脚步到平平稳稳和平平静静，站稳脚步。你好点吗？